月30日，黄磊在微博上晒出一张小女儿萌照，并附文：“我必须得吃点虾了。”只见照片中的多妹专注啃虾，表情可爱。此前黄磊曾在微博上多次分享多妹的美食日常，暴露了小女儿的吃货属性。对此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：“表情丰富，可爱到爆炸，必须得吃点，妹妹太可爱了，古灵精怪。”还有网友开玩笑道：“你带着虾，我带着螃蟹，出去嗨啊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9月30日，黄磊在微博上晒出一张小女儿萌照，并附文：“我必须得吃点虾了。”只见照片中的多妹专注啃虾，表情可爱。此前黄磊曾在微博上多次分享多妹的美食日常，暴露了小女儿的吃货属性。对此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：“表情丰富，可爱到爆炸，必须得吃点，妹妹太可爱了，古灵精怪。”还有网友开玩笑道：“你带着虾，我带着螃蟹，出去嗨啊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